这首诗实在要吼，考劝咱修行人，若拄着即款的环境吼，都唔通吼，唔通退道啦，爱精进啦。伊就写个足明白明白，比上不足，比下夷，苦中有苦，悲中悲，明心见性万事足，妙法专治贪嗔痴，现在佛性。感夫子，但思飘逸志不移，安贫乐多人谦让，万世流芳在苏轼。实在一恁恁咱地心佛祖看者拢知啊吼。啊，我吼我简单讲者吼。伊讲你比上不足啦，比下夷啊，安怎比上不足呢？你若比吼，比着顶面的人哦。就感觉讲，甲人袂比的。唔过你若比着下面的人哦，就甲人会比的，会比的哦。吼，有当啊，伊个啦，你若看讲，你要哪比着好个的人哦，你比管定好个人哦，啊，咱就比袂着。啊，无啦，比着比有个人比咱较艰苦，吼，安尼啊，咱就比人苦，都有成就就对啦吼。苦中有苦，比中比。这个苦的中哦，有苦，安怎？苦内面哦，有比咱搁较艰苦，吼。安怎？可比讲我破病啦，我破病哦，虽然真艰苦，唔过有个人啊比我搁艰苦。我艰苦，我有法度会行、会走、搁会食饭。啊，有个人破病哦，爱去迄落怎？待病房啊，待按袂叮当，吼，迄段啦。迄段苦中内面有苦，悲哀的中间啊，搁有苦较悲哀，吼。所以哦。唔免怨叹，虽然讲我吼身体无好，啊家庭无好，唔过有个人吼比我身体佫较歹，比我佫较可怜的嘛有啦。哦，安咱就知道，这做事都是吼，都是咧甲咱讲。你一个人啦，明啦看出本性吼，万事足，安怎？你若本性看出来，咱的本性吼真性看出来，如不动啊。所以拄着甚物环境吼，咱都袂去吼，或者吼。心甲咱摇动啊，啊，自然都对这个道啊，就会知讲啊，这就是因果报应啦。哦，咱就会知做什么代志哦，咱都袂讲去怨叹哦，或者讲万事足。伊讲咱今仔日来听道理啊，就是专门要治贪啦，贪就是贪欲啦，贪着一切哦，贪名、贪利啦，哦，贪，反正你若有什么。有爱看别人比人别人好啊，咱若要对人，迄嘛是贪吼、哦。啊，要比人较有钱，迄嘛是贪吼、哦、啊。无论啥，都是有这个贪就出来。真就是安怎，人无人吼、哦，真安怎人，咱咧讲的话，人无要服人，啊，无要听我的话，无照我的事，照我的代志做，咱就受气。这嘛这吼、哦，这咱无需要。咱甲讲是咱的义务，伊要听唔听，是吼、哦、是伊的代志。气就是啦，迷迷茫茫做代志吼，拢做了唔对，是非无明，或者就是气。你真正真侪人吼，无听道理，感觉讲伊做诶代志做侪，结果伊做诶代志拢做了唔对呢，吼。啊，这都咩啦？爱靠修行。你修行，你才知道你所做诶代志是对唔对？所以就是伫即个贪嗔痴。即摆咱祖师才讲啦。讲吼，咱顶期吼，伊都有讲到这缘分啊，善解我讲，是即卖在咱做讲现在福性缘分主，安怎？伊就是讲，你看真正现会，伊做圣人，咱儒家有五个圣人，伊是福性其中的一个，这就是缘分啦，吼缘分。伊讲伊三顿咧，食一滴公的饭，啊配一碗配一壶啊水。唔过，伊个心智袂介意，伊就是安怎？伊就是有法度，伊就是明心见性。伊知影讲，伊前世做了无好，我个环境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迄当时伊个头脑真好哦。迄当时迄、那个伊遐个三兄弟拢叫去做官，伊讲我无爱。啊是安怎？因为伊无娶某，啊伊无娶某，想讲我三顿都有通啊食，啊个穿啊穿甲安尼吼，有通啊穿，虽然穿无好，伊穿讲吼，咱你来看第一。
看笔记就知影。伊穿迄落即底仔衫，吼，咱较早有迄底仔衫，吼，那粗麻就是麻衫，啊，过来底仔衫，我穿甲烧滚滚的。我啦，落去做官咧。我做官吼，爱看人个面相啊吼，安尼应变，所以伊就修行。伊就修行，伊个钱哇，伊就袂讲吼，伊即个环境来甲伊改变。伊毋则讲安贫乐道，伊结果伊有法度安贫乐道啊。善咧，伊对道，伊来听老师，听孔子个道理了后，伊就照安尼落去修。啊，来闲个时吼，就弹琴啦。啊，咱即马卖晒咧啊！咱即马来使，咱道德歌嘛使摕来唱啊！吼，我来讲，咱来用吼，哎，这道德歌真好，你知道？用的时候，你心情啦要无好，你知道道德歌摕来唱唱，哎，嘛感觉啊，较早是无这个电视啊，啊，唔过即马电视拢做一寡吼无教育，吼，唔是咧教导啦，拢做一寡嘻嘻哈哈，吼啊，所以咱若哪讲，咱即马有查有这个笔记。咱来用的是，咱会使看老师吼，甲咱讲的道理啊，吼，安尼嘛真正好啊。伊讲安贫乐道吼，人人拢该钦佩钦佩。所以伊死了后呢，变万世流芳。这咯，这历史啊，甲《诗经》内底拢有记载。哦，这就是，这人要讲就是咧，勉励咱世间人啊，真正要修行的人啦。哦，这嘛是咱祖师甲咱勉励。讲咱今仔日修行，你无论拄到啥物环境哦，啊你吼，你都唔免怨叹，啊你都爱去比，咱也艰苦啊，比咱佫较艰苦的人吼，啊这就是意思，就是安尼，安尼来哦，啊你才会发到精进，啊对道吼道理才会发到深入，啊你来比外口的人哦，比好嘅人吼，迄自然啊，咱的贪欲心出来，啊咱就无法度讲去精进啦，吼，这我是安尼简单甲你讲者安尼啦吼。啊，因为啊，恁拢大家拢会用知识分子咧，我读国民校毕业尔，所以哦，恁若要讲吼，恁的头脑比我较好，啊，所以咱祖师喏，伊讲的诗吼，咱看着就知影吼，啊，今麦讲这诗就讲到这。有在咱人的心中，望到下面，担刀子不担钱，心是讲得无，身是。讲的根本。